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54页，554页，我们从倒数第四行看起。此下佛具密布，大乘密严经云：佛以超过彼，而以密严住，极乐庄严国，世尊无量寿。密严净土，我们参考资料里面，在第六页啊，参考资料，与密严过同啊，密严净土也叫密严过，密严过界名，就是世界的名称啊，密严世界。大热如来之净土也啊，密宗啊，大热如来密严经即金刚顶一切瑜池经书为经，经是金刚藏啊，金刚部跟胎藏两部啊，法身之一处啊，也就是密宗所依的大日如来。华严经所说的华藏世界，净土门所谈的极乐世界，皆为此一名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是一二三，三二一。极乐世界就是密严净土，就是华藏世界，华藏世界也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密严国啊，所修学的法门不相同，名称不一样，事实是一个啊，一二三，三二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。诸佛如来以无量法门戒引众生，帮助众生，无疑不是正道究竟圆满啊，
究竟圆满，就是此地所说的啊，净宗所讲的极乐世界啊，华严经所说的华藏世界啊，密宗所说的弥延国土啊，完全相同，这叫佛佛道同。世尊在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开这么多法门？众生根性不相同啊，爱好不相同。佛满众生的愿，众生修什么样的法门，他就开什么法门，最后所证的一定是同样的圆满，没有差别啊。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那么这个净土实在然说，就是自信本具的法性土啊，一切众生，华严经上世尊告诉我们，本来是佛，你相不相信？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佛常说啊，佛看众生是平等，众生看佛菩萨不平等。这什么原因？诸佛如来真的清净平等觉，所以一切法皆是清净平等。没有证得的人，他用妄心，不是用真心。妄心是阿赖耶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起心动念，所以一切法就不平等。平等是真相。不平等呢，是妄想，是假象，这个一定要知道的。啊，从虚妄相里面看到真相的，诸法实相的，那你的心平等了，不是平等心理。见不到那这个里面也说明了一桩近代科学所发现的，就是境随心转啊，所有一切境界都是念头生的，没有念头就平等了，有念头不平等啊。那佛法教给我们放下执着，你就证阿罗汉果与清净平等觉接近了一步了，再放下尘沙烦恼，华严经上讲的分别啊，最后放下起心动念，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啊。
宗门里面所谓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就是这个境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菩提树下为我们做实验。啊，真的了，在中国，唐朝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五祖讲《金刚经》。啊，慧能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当然不需要经典。啊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他开悟了，啊，开悟说出自信的境界，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？他用20个字说明，他是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不动摇，能生万法。五祖一波就给他了，列他为第六代祖。这个五句话说明了自信的样子啊！释迦牟尼佛明心见性，也把见性的样子说出来。他说的详细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。慧能大师说的简单，20个字。那我们就知道，这20个字展开细说，就是《华严经》。《华严经》把它浓缩起来，就这20个字，不增不减。同样的境界啊，学佛为什么？为回归你的本来面目，啊，禅宗的话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你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啊，帮助你回到你本来的位置上去，啊，那佛是什么呢？佛是圆满的觉悟，对于整个宇宙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，没有一样你不明了。这个人就叫佛，你怎么可能知道？佛说了，你本来知道，现在为什么不知道了？现在你迷了。迷了之后，你所用的心全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什么是妄心？起心动念是妄心，分别是妄心，执着是妄心。啊，妄心的现象的样子是自私自利，啊，名闻利养。贪嗔痴慢啊，这都是妄心的样子啊。真心是大智慧，是真实智慧，真实理业，本经上讲的真实之气，三个真实
学佛就是要把三个真实找回来，决定找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本有的。佛菩萨告诉我们，并没有失掉，本有的丢也丢不掉，只是迷了，不认识它。那么佛教人没有别的，无非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迷破了，悟开了，你就离苦得乐了。所有一切苦难都是从迷惑里头产生的。真正的快乐是觉悟。所以佛法他在世间终极的目标，佛教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这个大家听了欢喜啊。那佛用什么方法帮助你离苦得乐呢？佛知道苦乐怎么来的？苦乐是果报啊，果必有因呢。那苦的因是什么？苦的因是迷惑，乐的因是觉悟。所以佛从因上下手，果上不起作用。因上下手。那就是帮助你破迷开悟，用什么方法？用教育，用教学。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在落叶云读无比丘，佛教就是这么兴起来的。老人79岁圆寂，30岁开始教学，到79岁，49年，这大家都知道的，将近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了。我们细心观察他的行仪。他给我们做觉悟的榜样，也就是说佛的榜样。我们本来是佛，他把这个样子做出给我们看。一生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。境是物质环境，物质环境里头有顺境有逆境。缘是人死环境，有善人有恶人。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，他法喜充满，没有受到外面环境的干扰，为什么？他用真心，真心没有人能干扰你，能干扰你的是妄心，妄心受外面境界干扰，真心没有。所以佛教导我们，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人人都有个真心，我们世俗人是良心。
啊，真心是清净的，真心是不生不灭的。啊，真心里面有智慧，有德能，有相好。真心是不动的，我们会想息，会想动，前头念灭了，后头念生了，那妄心，那不是真心。啊，真心是不生不灭的。啊，我们有念头起，念头灭，都叫妄念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真心里头没有念头起灭的现象。这叫自心本定。啊，佛法修行，如果从整体上来说，它就是修定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，通通修定，所以方法不一样，结果是相同，啊，你得定了，开悟了，完全相同。那么我们修行要问，要修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佛？佛菩萨告诉我们，这是不定法。问题你肯不肯听话？真正肯听话了，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。佛教一个教给你，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全放下了，妄心没有了吗？啊，妄想是最微细的。妄心叫无明烦恼啊，说明我们的心本来是明的，明心见性嘛。现在它不明了啊，不明就是它没有照见的作用啊。如果真的是真心，你看这个世界。所有的现象，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它从哪里来的？它从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。这个秘密，近代量子力学家解破了。对我们修学大乘的来说，这是莫大的功德，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，我60年来没得到解决。啊，始终对这个问题呢有疑问，那真的有疑问。啊，宇宙的缘起，万物的缘起，啊，我们自己人。叫正报，正报的缘起。啊，4、5年前，我在澳洲，悟平法师从网络上下载量子力学的科学报告，拿来给我。我一看，完全明白了。佛所说的话一点都不错。啊，这个报告里面说的，就是佛经里头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。宇宙的缘起跟这个有密切关系。
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。啊，被科学家发现，科学家的名词叫物质信息能量，他用这个名字，能量就是业相啊，它是个动的相，它不是静止的啊。信息就是摩那识啊，跟这个第六意识都算是信息啊。物质呢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也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。信息是见分，如果用四分来讲就很容易明了啊。能量是阿赖耶的自证分，科学还没有证自证分，他没有这一分，要有这一分他就成佛了啊。他是用数学推演，用精密仪器观察把它捕捉到的啊，不是他是内功发现的，他是用外面机械帮助他认识的，也很不错啊。但这个事情佛在经上说过，佛说凡夫第六意识啊，功能之大不可思议，他对外能够圆到宇宙，对内能圆到阿赖耶，就是圆不到自性。这佛在经上讲过啊，现在的科技确实啊，到了这个边缘了，能够圆到边际，啊，宇宙的边际，能够圆到阿赖耶识，啊，现在可以说达到了，但是还没有讲清楚，物质讲清楚了。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，讲清楚了，那没话说了，啊，阿赖耶的转向被发现了，没搞清楚，啊，也就是意念念头，念头从哪来的？科学家说，他没有理由，啊，找不到原因，找不到理由，他突然发生，但是一发生呢？立刻就灭掉了啊。那么这个现象佛在楞严经上说过，叫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。可是佛经上讲得清楚，它怎么来的啊？科学家这一点还没法子解释啊，只发现它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。那么我们相信再有个三五十年，大乘佛法不属于宗教了啊，属于高等科学啊，高等哲学啊，它不是宗教了啊。他说的东西真的不是假的，自信变现的大乘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说境随心转，外面所有现象都是从内心念头在主宰它啊。这个被科学发现了，科学渐渐提出以心控物啊，用我们意念来控制物质环境啊。所以美国是
一个科学家，啊，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。啊，他前年在悉尼开会，专门讨论2012玛雅灾难预言这种事情。啊，他是个研究量子的，据他说。玛雅预言这个灾难，我们科学可以把它化解，只要全世界的人能够救。啊，从今之后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。端正心念，这个灾难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这就是用心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灾难怎么来的？是我们不善心看来的。这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了。啊，不善的心，不善的言论，不善的行为。啊，那说具体一点呢，就是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贪婪赶来的是水灾，嗔恚赶来的是火灾。啊，地球温度上升。啊，愚痴赶来的是风灾，傲慢赶来的是地震。啊，怀疑所赶来的是山崩地陷，高山会倒下来，大地。会突然陷下去，那么这些现象近来都很多，啊，这个媒体报道的很多，啊，佛在3000年前告诉我们，这不是自然灾害，是我们念头所感应的，啊，极乐世界为什么好？没听说有灾难。极乐世界的人心好，没有贪嗔痴慢疑，没有自私自利。啊，在那个地方的人，每一天是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。啊，阿弥陀佛讲经没有中断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是。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啊，这个威神是他无量界所修集的功德，啊，48愿是无界考察所得到的结论，啊，不是妄想的，啊，每一愿都是有根有据。他细心考察一切诸佛刹土，诸佛刹土里面好的他采取，不好的他舍弃。啊，所以成就的极乐世界，就是极。一切诸佛刹土美好之大乘，啊，是这么来的。那么这个世界不是他享受的，他不是享福，为享福来修的，他是为戒引一切这个十方六道众生，特别怜悯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超越很难了，太难了。啊，他建筑这么一个道场，啊，而且很容易往生。往生的条件就4个字：欧耶大师说的，信、愿、持名。
奥耶大师在《弥陀经要解》上讲的，印光大师完全采纳了，接受了。所以印光法师文钞常常有这四个字：信愿持名，对极乐世界真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。真正发愿，我愿生净土，我愿意亲近弥陀。然后一心专念。本经教导我们一向专念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你永恒不变。念多久才能往生呢？我们从过去的例子，一直到现在。念佛人往生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，大概是3年，不难的，3年就成功了。那我们念了30年了，为什么消息还没有？我们信愿持名全有问题，我们信里头有怀疑。我们愿里都有夹杂，愿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此地还有很多放不下。就不干不净啊，持名不到位，时有时无，想起来就念，念几句就忘掉了。不时不是假的，它是真的。我们自己达不到它的标准呢，达到它的标准呢，3年决定往生。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、亲耳所闻的是真事情。那在三转法轮里头是做正转的。早年我在美国，我住在加州。住在旧金山老人公寓里面，有不少人我很熟。从台湾移民过去的。当年我在台中求学，护持我10年的甘太太，甘丽初的夫人，我在台中求学。他每个月帮助我150块钱。他是找了15个同修，他的朋友，每一个人一个月10块钱。我接受了，照顾我10年没有间断。150块钱是老师规定的。你一个月要超过150块钱，你就不是出家人了，你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老师是在家居士，他一个月用多少钱？吃饭只用60块钱，台湾钱，每一天他只需要2块钱生活费用。他日中一时，我跟他学也是日中一时，但是我比他吃得多。他2块钱可以吃饱，我的3块钱才能吃饱，我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们年轻妄念多，他修行的功夫好。
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，我得到一个结论。我在一天一餐呢，吃到第8个月，我才告诉老师。然后老师问多久了？8个月了，那怎么样啊？身体啊，正常啊。他桌子一拍，永远做下去，一生不求人。生活需要很少，你就可以做到不求人。人到无求，品自高啊。我们一生不伸手向人要钱。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我一生没有到场跟谁学呢？跟释迦牟尼佛学的，这张家大师教我的你要学佛，释迦牟尼佛是好榜样，要向他学习向他看齐。佛没有自私自利，佛无我。我们无我做不到，把自私自利降到最低的程度。对自己修学不产生妨碍。那就是要修忍辱，什么都是忍辱。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深入经藏真正知道佛的这些经典，包括那些祖师大德、古来祖师大德著作流传于后世，他们都是明心见性的人如果没有明心见性，他的著作留不下来，没有人去翻译他的，通通都是见性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文字不是寻常文字，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，不是从哪里学的，不是有人教他的。佛讲华严经。华严经跟谁学的？没人呐。佛讲法华经，法华经跟谁学的？没有。佛说一切经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佛确确实实一生，从他出生到圆寂80年，没有起心动念过。就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完全是自性流露。这一点我们要承认的。那么佛有自性，我们也有自性。我们自性迷了，流出来的是烦恼；他自性觉悟了，流出来的是智慧，流出来是法喜。一天到晚欢欢喜喜。这个我们得多想想禅悦为实，法喜充满的，这真的不是假的一样都没有，可是快乐无比办事情自然有人帮助，样样都能做得圆满，又样样都一尘不染，你说你多自在，你多快乐。来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将来去晓得到哪里去，一丝毫不迷惑，这怎么不快乐呢？张家大师告诉我。
我跟他第一次见面，啊，向他老人家请教一个问题。那个时候我26岁，他老人家是65岁，啊，他大我39岁。孙子辈了。啊，我们把老人看成祖父辈。啊，我说我从方老师那里知道佛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是真实的学问。佛教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切入？啊，他看着我，我等他回答。我们两个这样一看呢，看了半个多钟头。啊，还有几个陪着我去的。半个多钟间之后，他说了一个字：“有。”我们的精神振作起来，有要好好听的。他不说了，大概停了6、7分钟，再告诉我：“看得破，放得下。”这是我跟他见面第一天，在他客厅里面。2个小时，这几句话就差不多用了将近50分钟。啊，在禅定当中，为什么他不？我一问他不就答复我不就了了吗？老人的教学有他一套道理。为什么呢？你心浮气躁，心不在焉，他不跟你讲话。一定到你的心完全定下来了，他才跟你讲。这个很有道理啊！心浮气躁的时候跟他讲啊，所以叫耳边风啊。这你听了，那你出去了，没印象。啊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完全入他的禅定当中，境界当中。啊，你整个身心宁静下来了，你听他的东西，这非常的受用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体会到。张家大师的功夫比方宗美先生就高一等。啊，方先生，我们的沉浸性够了，他就给我们讲。张家大师沉浸性够了还不行，还要你整个情绪定下来，他才告诉你。啊，要不然他根本不跟你讲。啊，他不会说废话。啊，句句都得力了，这真不容易。啊，所以找这种学生要有耐心，学生有耐心。啊，没有耐心的话，你没办法跟他学东西。啊，我跟他一见面也非常有缘分。老人家祝福我，每个星期有我见面。啊，时间他是没有人访问的时候，给我的时间是2个小时。
有人访问也会给留一个小时，就每个星期见一次面，至少一个小时。我佛法的底子那个上奠定，密宗就大德了，那是修密严净土的。方东伟先生，这是个学者，也是专攻佛学的，他在经典上专攻华严，对我也很有影响，我对华严也特别欢喜。我们再看念老所引用的经文，经文里这一句话，佛已超过彼，而以密严住。极乐庄严故，世尊无量寿。这个里面含的意思，大日如来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无量寿佛。又说，还是密严经上的话，密严净土超诸佛国。如无为性，不同微尘。这一句话用意很深，说明密严净土佛的这个报土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，我们这个世界是微尘。是微尘的一合相，在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很好。微尘就是一个基本的物质，最小的物质。所有一切境界都是这一个基本物质组合的，聚集和组合的，所以叫一合相。把所有的物质去分到最后这个微尘就是分。我们这里也有个简单的注解，佛学大字典上的色体之极少为即为，色就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是极少称为极微，七倍的极微就叫做微尘，就是七个这个极微聚集在一起叫微尘。那么七倍微尘呢，就叫精尘，精尘者得有缕金中之寂兮也。这个地方说的太简单了，它是从最小的往上来讲，我们从大的往小的来说就很好懂。佛经上有，现在科学家了，他也是用这个方法把物质的秘密揭穿，跟佛用的方法一样，就是分析。他找到一个最小的东西，牛毛尘。
油毛尖端上，尖端上有一粒尘土，好像是贴在上面，它不会掉下来。那我们这有吸力，这地心吸力。牛毛很粗，吸力很强，把它吸住了。它不会丢掉。牛毛尘，把牛毛尘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叫羊毛尘，羊毛细。羊毛尘呢，再分成七分之一叫兔毛尘。这大概我们肉眼都看不到了，得用显微镜来看。兔毛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叫水尘。这一粒微尘在水，水有空隙。有空隙，它能够在空隙里头走来走去，没障碍。水尘七分之一，把它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叫金尘，此地有金尘。金属，金属，金属也有空隙，在高倍显微镜看的之下，确实它有空隙。这一粒微尘在金属这个空隙里头走来走去，它没有障碍。那么金尘再分成七分之一了，叫微尘。佛说这个微尘阿罗汉的天眼能看见，在我们想象应该是原子，肉眼看不见，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见，说明天人的天眼看不见，要阿罗汉的天眼才能看见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子。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，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。那么这80年之后之类以来，科学确实突飞猛进。由于这个仪器的发明越来越精密，对科学家帮助就很大。原子还是可以打破，把它打破、打碎，它到底还是什么东西？看到了原子核、电子、中子，那这三样东西依旧还可以能打破，这个打破的时候，在佛经里面叫做色聚即为，应该包括现在科学家所讲的基本粒子夸克，这个合起来有100多种，这个东西还可以分，在这个里面找出最小的微中子，或者叫中微子，这是科学发现。它体积多大呢？科学家给我们做的报告，一个微中子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，也就是一个电子把它打破到1亿，这个100亿那么小，那叫微中子。这个东西再把它打破，没有了，物质现象没有了，那就是佛经上说，佛经上讲极微之微，分到极微之微不能分了，再分物质就没有了。那么科学家今天把这个秘密全部揭穿了，跟佛经所说的完全相同。我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报告，普朗克好像是爱因斯坦的老师，这是德国的一个物理学家，一生专门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。这一个打破之后，发现物质没有了，没有了是什么东西呢？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
这个发现在现代科学，这是革命性的发现。啊，现在还不被所有科学家承认，所以在科学里面称之为前卫科学。他要找证据，啊，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科学家才会承认。啊，这个发现说明，那他的报告说，根据他的研究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假的。啊，那这跟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一样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跟愿望完全相同。啊，那物质从哪里来的呢？物质从念头来的。啊，先有念头，后有物质。啊，这跟佛法有时有同了。佛法讲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。佛家讲的色就是物质。啊，讲的五蕴，色受想行识，它是一体的。啊，色是物质现象，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，就是念头。念头跟物质，它永远在一起，它不能分开。啊，所以科学家认为，科学发展到今天400多年，啊，最大的错误就是二分法，把宇宙这些东西分成两分，一分做物理，一分做心理，这错了。今天这个世界上出了这么多事情，就这个观念错了啊！应该是心跟物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所以念头可以改变物质啊。那么他们在这上找的这个证据，大量的在医疗方面来找，啊，就是得重病的人、病危的人，啊，医院已经放弃治疗了，告诉他的寿命只有一两个月，他找这种人，这种人里面呢有信仰宗教的，啊，就找信仰宗教的，啊，信仰宗教的人。听到医院给他这样的宣布，等于是宣布他的死刑了。他没有指望，啊，他每一天祈祷，他也不想他的身体，也不想他的病，专门想上帝，祈祷啊，能往生到天国。他找这些人，啊，这些人他念头专注了，转变了，不想身体。不想病，啊，专门想上帝，想天堂。想了几个月没事，再去检查，并没有了。啊，医院说这是奇迹，其实不是奇迹，这个就是真实。境随心转，佛经上讲的。身体是物质环境，啊，心理是物质的主宰，那个念头善。所有细胞全是善的，心清净，所有细胞都清净，它不会生病。啊，心地清凉自在，我们知道，人身体整个身体的细胞7年换一次。啊，实际上它时时在换的，好像一个一个零件在换，7年是全整个身体。又换了一个人，为什么换了衰老呢？不换新零件呢？啊，因为我换新的是永远年轻啊！啊，真可以做得到，是我们年龄越大，烦恼越多，妄想越多，啊，念头越多，问题在此。啊，如果完全都是正念、善念，啊，人确确实实。寿命长，不会衰老。
有理论依据的，有科学证明了，啊，丢盔甲现在懂得了，啊，所以他们能提出来，啊，地球上的灾难，我们的念头可以改变的，啊，那么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有一个实验，做得很成功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啊，他研究水，发现水是物质，水会看，会听，啊，会懂得人的意思，我们人起什么念头，他都知道。啊，做了十几年，啊，我是两次到东京参观他的实验室。啊，那么他告诉我，他表演给我看，啊，证明真的一点都不假，啊，而且谁有能力听各种不同的语言，我们不懂他懂，他没有障碍，看各种不同的文字，啊，我们写个爱字，无论用什么国家文字去写的时候，他通通反应的时候。都是最美的啊！用个怨恨、讨厌，反映出来都是很丑陋的。那是真的，他会看会听了，所以我们骗不过他了。啊，这个在实验阶段。另外一个人，美国休兰博士，住在洛杉矶。修兰，他的这一张照片，在当中最下面，他到我这儿来过，啊，他是学夏威夷土著一种啊疗愈的方法，就治病的方法，啊，他治病呢不需要跟病人见面，他只需要病人的姓名。年龄、出生年月日，现在住的地方，在病历，他就要这些东西，跟病人距离几千里都没关系，他能把他治好。啊，他到我这儿来，我问他，你这个治病根据什么理论依据？这亲近性。是自己首先必须，他不是佛教徒，他是把你的记忆，啊，你能够记得，所有一切不善的记忆，统统清除掉，啊，清除掉，不要再去想它，好的记忆也清除掉，啊，善与不善，统统都清除掉，恢复清净心。啊，这个就是他的基本功。啊，治病的时候，把病人观想跟自己一体，他用这个方法。啊，因为他知道病例，他想那个对方的那个人。啊，那个人身体跟自己变成一体，啊，观想。啊，观想之后的时候。精神完全集中，用自己的清净心，把他病态那些细胞，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，用自己的清净心恢复正常。每一天半个小时，就是观想半个小时，就会像禅堂打坐一样，观想半个小时，啊，连续一个月。啊，怎么知道呢？自己好了，自己身上的毛病没有了，对方就好了。就用这个方法，他的口诀四句话。啊，他治病的时候啊，自己身上有这些病啊，我对不起啊。对着那个带着病毒的细胞说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啊，我不小心做了一些错事，
让你们带着病毒，啊，请原谅，啊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那四句话，这四句好像咒语一样，专门对病毒细胞的，啊，给他要讲，重复地讲，讲半个小时。啊，连续一个月，他带着病毒细胞真的没有了，恢复正常了。啊，打电话问对方，那个病好了。啊，治好几千个人，这例子，世界闻名。啊，心量很大，没有自私自利。我就跟他讲，这方法好，这个方法跟佛经上讲的道理完全相同，啊，为什么？真正遇到灾难的时候，到那时候没有医药，没有医院，没有医生，怎么办？这个玩意真管用，啊！但是首先必须你自己真正清净心。那我们敬宗的时候，如果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我相信力量比他强很多。啊，他需要半个月，啊，大概我们一个星期就可以做到。啊，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他没有佛菩萨加持。啊，真正有一个爱心，非常慈悲。啊，这个美国人。啊，我送他一尊弥勒佛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确实都有现在量子力学的理论在支持。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啊，二三十年之后啊，佛教在这个世界被科学肯定了，科学肯定。它是高等科学，啊，它不再是宗教了，啊，但是宗教教育真的很重要。如果这个国家要没有宗教了，这个国家会动乱，不会安定，啊，所以宗教教育决定不能缺少，要培养宗教的师资。啊，宗教一定要深入经典。啊，经典是智慧，人不能没有智慧。啊，大乘是纯智慧，这个智慧是自性本有的，不从外来。啊，大乘里面确实只讲三桩事情：真舍之机。这个真实之际，就是用现在话说，事实真相。啊，第二个是真实智慧，第三个是真实的利益。啊，真实的利益带给你是幸福美满的人生。啊，真正。幸福喜乐啊，欢喜快乐，不会忧虑，不会有烦恼啊，这是所有宗教都可以做得到的啊。宗教两个字用中国这个文字来解释是最好的啊。中国的宗有三个意思，主要的，啊，重要的，遵从的，教也有三个意思，教育、教学、教化，宗教两个字合起来，是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。我们这十几年来给全世界宗教往来，把中国宗教两个字的意思说给大家听，
没有一个不欢喜。啊，99年那个时候，我在新加�坡团结新加坡9个宗教，以为还要跟他们辩论。啊，没有想到我们一接触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辩论，通通接受，就不可思议。啊，宗教教育教的是什么？啊，用佛教来说，普世教育，就是今天我们讲国民教育，人人都必须学的，是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这是人必须要学的。啊，你就能够得到幸福美满，社会就能够安定和谐。啊，在向上呢，向上是少数人，那就是高等的哲学跟高等科学。啊，那不是一般人的学。啊，这佛教是最明显的，细细看其他宗教，通通是啊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没有一个宗教不讲孝顺父母啊，没有一个宗教不说尊敬老师啊。孝亲尊师是宗教教育的大根大本。啊，宗教的团结就在一个爱字，这个爱是自信的爱。啊，我认为这是自信里的第一德。从自信流出的爱心。啊，自信里头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自然的。啊，什么时候看见的？我常说，人生百日，100天，提露真常。啊，从他身体上你就能看出真常。啊，那是那真。永恒不变的正常啊，小孩3、4个月，没人教他，你细心观察他的眼神、他的动作，他对于父母的爱，他对于众生的爱，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认识，还不认人，啊，谁抱他都欢喜。啊，对待任何一个抱他的人的时候，他都认为那是他的父母。啊，3、4个月。啊，你看父母对他的爱，他对父母的那是真，不是假的，那是从自信流出来。啊，那我们相信，古圣先贤亲眼看到啊，啊，看到这个一定会想起来啊，如何能把这种天真之爱呀，永远保持，一生不会变质，肯定想到这个，怎么样给它保持？这就是教育。啊，所以中国古时候教育的目的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啊，他不是教你升官发财，不是教你将来得什么名闻利养，不是，保持你的天真。这第一个目的，第二个目的呢，把这个爱发扬光大。
你爱你的兄弟姐妹，爱你的祖父，爱你的曾祖父，啊，爱你的家族，啊，再扩大，爱你的邻居，啊，邻里乡党，爱你邻居，啊，爱你的族群，爱国家，爱社会，到最后，凡是人皆是爱。这是中国原本的教育，这个里头没有私心啊，没有自私自利啊，没有贪嗔痴慢疑啊，啊，这神圣的教育啊，我们在其他宗教经典里看到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自信流出的真爱就是上帝的爱，就是神的爱，啊，神圣的爱，每个人都有，不是从外来的，啊，只是长大了没人教你，学坏了。中国古人所谓的“近朱者黑”，近，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啊，你跟哪些人在一起就养成习性了，本性没有了，习性出现了，习性一天比一天浓，本性一天比一天淡，淡到个三四十岁就本性不见了，没有，全是习性了，习性就造业，本性不造业，啊，本从本性来说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中国古人也说本性本善，那个本善跟本来是佛的意思完全相同，那个善不是善我的善，啊，那个善是赞美，啊，就太好了，就这个意思，啊，完全是自信流露。所有一切众生都有本性，本性都是至善的，啊，都是真诚的，啊，如何能保持这个自信，保持这个真善？这就是宗教教育。啊，所以宗教教育真的要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。不能产生误会，误会对自己的伤害最大。啊，不仅是对别人，对自己伤害太大了。啊，一生生活在痛苦当中，来生又到三途六道，你说你多苦？啊，佛法是叫你自信觉，帮助你自信觉。啊，我们不是听佛的，不是听菩萨的，不然是听自己的，完全自信。信德要流露出来。啊，所以佛讲的非常简单。啊，你从早到晚，啊，眼见这是色，耳闻是声。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你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啊，闻得清楚，接触得清楚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动念，你就是佛。啊，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接触了，你起心动念，你有分别执着，你就凡夫了。佛是这么说的。做佛做凡夫完全是你自己，与别人不相干的。啊，你做佛，那你是个善人，大慈大悲，你能够救世救人，啊，看到别人痛苦，你会帮助，自然会伸出援手。那你是凡夫，今天是自私自利，啊，
别人苦乐跟我不相干，我把自己管好就行了，这样反复。事实没搞清楚，产生许许多多的误会。啊，这乱世啊！啊，为什么今天讲的人少了，没人讲了？那有人说，我愿意讲，没人听啊。这话真不是假的。啊，我跟方老师最初接触，老师就是这么说。啊，真正有学问、有德行的人，不是不愿意教啊，学生不愿意学。问题确确实实出在这里。啊，那中国古人为什么愿意学？古人从很早就教起，他把它教成一个习惯。啊，中国古人教学。是从胎教开始，啊，母亲怀孕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母亲对于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儿女，她就关心，她就爱护，啊，怎样保对她呢？这十个月当中，不能有不善的念头，因为你有不善念头影响胎儿，不能有不好的言语。啊，说话粗鲁，这都会影响他。啊，说话要柔和。啊，动作要迟缓。啊，所以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、起心动念，都是正面的、善面的，没有负面的，没有恶面的。啊，母亲这样才是真正，影响胎儿。这个胎儿出生下来是非常健康的，啊，完全禀受母亲的正气，啊，完全秉持母亲的敬念，他是怎么受这个熏陶的？啊，所以他非常好教。那么从出生之后，他眼睛睁开会看，他就会听。他已经在模仿，啊，所以母亲责任非常大。啊，在小孩的面前，样样都要让他接触到，他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全是正面的，啊，都是善良的，负面的、不好的，不能让他看见。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啊，这个小孩啊，受多少天呢？1000天。就从出生到3岁，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3岁看80。”啊，3岁这样教出来的，80岁不会变。是他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。啊，不好的。不要教他，他自己不听，他自己不会愿意接触，所以叫3岁看80，到80岁就不会改变。在中国教育的理念呢、啊，教育的方法，这基础叫做扎根教育，完全靠母亲。啊，母亲用圣贤的标准来教他，他的儿女将来都是成圣成贤，那个一点都不错的。啊，古时候周朝三太做出了榜样啊，啊，所以现在先生称自己妻子为太太，什么意思？希望妻子学三太。周文王的
祖母太僵，他的母亲太韧，他自己的妻子太姒，这三个人前名字都有一个太，太太从这来的。啊，你看他所叫的这些儿子，文王、武王、周公，都是。啊，是孔子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。啊，这三个妇女教出来的，人是教得好的呀，就看你怎么教啊。我们在汤池做实验，那个时候想，传统文化丢掉200年了，我们这个实验是提心吊胆，唯恐失败，非常可能失败。一点把握都没有啊！啊，过去曾经有人做过，没做成功。啊，我们今天想做。能成功吗？真的是一点把握都没有，很冒险在做啊。啊，我跟老师们在一起，那个时候37位老师，我勉励大家，我说我们这关系太重要了，关系到国家民族。这存亡，我们做成功了，告诉全世界，中国传统这个东西管用，现在还用得上。如果我们做失败了，等于向大家宣布，中国传统东西没用了，可以完全丢掉了。啊，我们要背这么大的责任来做这个工作。啊，这个工作是联合国逼着我们做的。我们是做给他看的。啊，在联合国和平会议当中，我们参加不少次。啊，在大会里头做出报告，把中国传统的东西介绍给大家，大家听了很关心，欢喜，高兴。啊，可是散会之后，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，都来跟我说。法师，你讲得很好，这是理想啊，做不到啊，这个给我当头一棒啊，那我也白讲了。怎么办？那今天这些学科学的，科学就是拿证据来，你没有证据，别人不能相信。啊，所以我在国外好多地方去找啊。那么能找这个最重要，我们有地有土地，搞一个建一个学校来做实验。国外搞了2-3年没有缘分。啊，2005年我回到老家，70年没回去了。啊，家乡还有一些。族兄弟、啊，表兄弟，亲戚朋友，啊，大部分都不在了。啊，我们聚会呀，还有20-30个人。啊，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把我在国外遇到这些事情向大家报告。啊，他们非常热心，回家来干。我们大家支持，啊，刚刚好，那政府一块地，30亩，要卖。我去看了一下，很适合。他地上有房子，房子我们不能用，要拆掉。啊，就把这个地买下来了，就建
庐江文化中心，啊，那个面积是30亩。那就做这个实验呢，啊，没想到这个实验做成功了，啊，我是告诉老师，我说我们拼命，啊，把生死都置之于度外，一定要做成功。怎么做法呢？我说我们在历史上看到，教学最成功的两个人，释迦牟尼佛、孔子。我们要向他学习。啊，他们成功在哪里呢？心心其言。啊，自己没有做到的，决定不能说。一定先做到，再说到。大家相信你。你要是自己做不到，叫别人去做，人家说你来骗我。我就让他们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揉在一起，啊，揉在《弟子规》里头教学，啊，通通自己要训练自己，啊，真正落实了。我给他们4个月的时间，要落实，啊，我非常感激他们，2个月就落实。啊，落实之后打电话给我，下一步怎么做？我说真落实，真的落实，做到，真做到了，下乡入户，到农民家里去表演。啊，你进入农民家里，就像你自己回家一样，看到老人是我的父母，你怎么样对待他？啊，看到老人的是这个人家的年轻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。啊，看到小孩是我们的儿女。啊，家庭里的不干净地方赶紧去扫。啊，凌乱地方赶紧去整理。这样一表演，感动了这地方人民。啊，地方人民自己说，你们这些老师比我儿女好，啊，懂得照顾老人，他们年轻人看到了也感动，啊，干掉自己，对不起父母，没有见到孝道，这个好啊，啊，3个星期之后，向大家宣布，中心开课，希望大家来学，一起来学习，人都来了，3个月的时间，这个小镇居然是180度的回转，人良心发现了，不好意思做坏事。啊，街道干净了，再没有人乱丢垃圾了。啊，是我们的老师，每一天穿着制服，到街道上捡垃圾，捡了2个星期，大家看到不好意思啊，丢了。我们一句话不说，你丢我捡。啊，所以没想到，我们原本想2年到3年才能收到效果，没有想到不满4个月效果卓著。啊，我们感动啊！我跟老师说，千万我们不能骄傲，这不是我们做出来的，祖宗之德，三宝加持。啊，人做不到。啊，有这么些这样的效果了，所以我就想到，我们怎样到联合国做报告？联合国不能随便去啊！啊，跟联合国借场地是要会员国，我们不是他的会员国。我借不到，借不到这个场地，结果没想到，你看，过了2个月，联合国来找我，我非常惊讶。啊，找我的时候要我办个活动，啊，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，
啊，主题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。看出这么个题目，通通是佛菩萨安排的，祖宗安排的，联合国从来没有跟宗教打过交道的，啊，冒出这么一桩事情，这不是安排好的？那我们做成功了，啊，所以距离开会的时间5个月，积极准备。啊，在联合国做报告，啊，做展览，啊，3天的展览，8个小时报告，我们做成功。啊，汤池虽然关闭了，对国内、对世界的影响，今天我看见了。啊，我都没有想到，下个月还会有一次活动，我以为我的国际活动啊，已经花了休止符了，啊，不再干了，年岁也大了。以前干这个事情不知道累，没有累的感觉，现在不行了。啊，现在有累的感觉。啊，6年前吧，2006年在联合国办的。啊，这一次是联合国对我们上一次的活动念念不忘。这个我很感动。啊，去年春天我在曼谷，曼谷有个活动邀请我，啊，跟泰国太皇见面。我们主要是这个活动。我到泰国，太皇生病，住院去了，皇后接待。啊，所以也就没有谈什么，没有想到，联合国那边来了17位大使，听说我在泰国，到泰国来看我，劝我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。我上一次我有汤池可以报告，这一次我在办，没有东西报告我。啊，念念不忘。啊，最后我想到，图文吧。澳洲图文堡，他们在去年宗教团结起来，想把图文堡造成一个多元文化模范城市。我们汤池是一个小镇，这是一个城市，这个很难得。这是他们10几个宗教联合起来搞出来的，啊，我非常欢喜。啊，我就说了，真正你们做起来，我们就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。啊，当时说了，没有把握。啊，没有想到，下个月，斯里兰卡，他们在联合国办一个纪念释迦牟尼佛为赛节，就是佛诞节。啊，来要求我。我就正好通知图文巴这些宗教团体一起去参加，所以我想想，通通是佛菩萨安排的，人做不到啊，谁的力量都做不到。啊，我们找人家，这个话说不出口啊！啊，没有想到他们主动办这个活动来要我，那这就好办事了，顺水推舟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这次去参加这个活动，听说他们给我的时间。是2次讲话，1次20分钟，1次是2个小时。啊，那么我们主要的就是要谈宗教教育可以化解冲突，可以带给社会永久的安定和平。
传统文化可以拯救世界。啊，我们不说中国传统文化，人类传统文化，人类传统文化保存的最完整，保存的最好的是在中国，在中国四库全书这套书里头，啊，真正我们想化解一切冲突，啊，希望人与人、国与国之间都能够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啊，传统文化可以帮助我们做到。啊，那么中国这套东西，千万年、世世代代祖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智慧、理念，从修身、齐家治国、啊，世界和平，啊，这些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全都在四库里头。啊，非常难得，唐太宗给我们预先做了工作。啊，要不然我们真有困难。啊，这在1400-500年的时候，啊，编出一套群书治要。全书治要是四库里面经、史、子这三种的精华，啊，太难得了。在中国失传了1000年，我知道有这本书没看过。啊，讲经的时候提到，居然有心人，哎，找到了两部送来给我。我一看，真的是如获至宝，中国有救了，世界有救了。啊，交给世界书局印一万套，就不会失传了。现在很多地方在印呢。啊，我估计至少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10万套。啊，我这1万套带头。啊，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啊，真难得！啊，我们这次5月份的活动，啊，我们最先编的这一部英文翻译的，啊，群书治要360。啊，这个我们要感恩马来西亚的首相，啊，老首相马哈蒂，现任的首相纳吉，他们两个人，啊，叮嘱我赶快翻译，他们要看，所以说为他们翻译。啊，360第一本出来了，第二本刚刚出来。翻成英文的第一本出来，第二本恐怕还要半年。啊，英文本能出来。啊，我们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看这部书。啊，所以这次联合国的活动，我们准备带1500册过去。啊，分送给每一个国家的大使。我想每个人分10套，啊，全世界的人通通都学传统文化，世界就太平了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是从自信爱的流出来的，啊，真正是宝啊！啊，佛教把它发扬光大，
啊，现在我们积极培养老师。啊，我们希望能有几百个老师利用国家的电视台啊，开辟一个项目啊，这样子每一天来讲解，日夜不断，随时打开这个频道，你都能听到。啊，我相信一年之后，世界就问题解决了。啊，世界的和谐就达到了，不难了。汤池的实验，我说，我们得到的结论两句话：第一个，证明了人心本善；第二个，证明了人是很好教的。问题你就是肯不肯教啊，但是这个关键呢，教的人一定自己做到，自己没有做到，你教就会困难，你自己要真正做到，你教就不难啊。我们实验成功，这两句话2006年在联合国的活动就是标榜这两句话啊。我们办活动为什么？告诉全世界的人，告诉联合国，啊，人心本善，人是好教的。啊，这一次我们要特别强调，啊，强调宗教教育，希望每一个宗教都重视到。啊，去年我在梵蒂冈跟教宗本笃十六谈过这问题啊，他现在退下了，身体不好，他给我通年啊，我就谈到宗教教育的重要啊，希望他能把梵蒂冈打造成天主教的模范道场啊！你要想看天主教，你到梵蒂冈去看啊！为什么基督教、天主教在那里落实了，真做到了啊？我就请教他，梵蒂冈面积多大？50个人口，出乎意料之外，怎么这么小？我那个时候以为他至少有100个。不是，人口有多少？不到1000人。所以我就话题转了，是罗马，罗马是个小城。啊，我去过很多次，我对他们很了解。啊，我说罗马城，这里面你有多少教堂？属于你们的，有400多个教堂。好啊，那就400多个学校啊，每一个教堂里面天天在有讲经上课的。就兴旺起来了啊！你能够把罗马兴旺起来，天主教兴旺起来啊！我希望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个实验点啊，都有个代表性的。你要看这个宗教，到这来看，你才能看到真的啊！佛教。原本我想到泰国，泰国有困难，我发现斯里兰卡好啊，斯里兰卡虽然是小城，落实了啊，把阿含经的教义变成他们的日常生活啊，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通通不离开经教。没想到世界上还会有这么一个地方，这出乎意料之外呀！总统非常好，这
和蔼可亲，我们一见如故。啊，所以他要我去讲经，我去一个月。啊，我去帮助他们，希望在那边建立一个世界佛教大学，培养佛教的红护，建立一个宗教大学。宗教大学的目标是团结全世界宗教，我们在认真学习各国宗教的经典，一定要通，不通就会有障碍啊，知己知彼，一定要通达了，障碍才能化解啊，宗教才能真正团结，宗教团结，这世界上冲突就没有了啊，战争就没有了啊，这是寻求世界永续的安定和平，决定不能离开宗教，离开宗教真的束手无策，你从哪里做起啊？所以对于宗教一定要重视，一定要鼓励宗教走上教育，它对人类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啊！如果止于祈祷，这些的时候这些人家说你是迷信啊，宗教会没落啊！全世界在现在信仰宗教的人一年比一年少，在下降，这是教宗告诉我的，他有统计啊，我们没统计啊，他说这是很可怕的现象，如果这个现象不能制止，30年之后全世界信仰宗教很少数，那个事情可麻烦了，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啊！30年之后，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，我看不到了啊！但是我能想得到啊！宗教徒们有使命，我们把这个地球建造成极乐世界，建造成天堂。那我们对宗教的学习就很有意义啊，没有辜负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走的一条大道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